Snapd 软体真的算是蛮厉害啊，它可以快速让你达到一个完美的状态，但是还是有一些小小细节需要注意，像是一些个人特色标记的部分，可能是胎记啊，或者是有痣啊，那全部都帮你处理掉了，你就变成不是你啦，所以你还是要自己手动的把它加回来，让这些今天这个 Apply 软体真的算是蛮厉害，它可以让你快速达到一个完美状态，但是还是有一些小小的细节需要人工自己处理一下，像是个人的特色标记，有胎记啊，还是有一些字，一次就把你全部处理掉了，所以你还是需要自己手动去把它加回来。但目前这个软体呢，没有办法去做一个 mask 的圈选，可能哦这边有一个字想要保留啊，它没有办法这样子做。希望之后可以增加这个功能，因为目前我还是需要跳到另外一个软体去把我们的字啊、胎记啊把它加回来，才可以做完美的输出完稿。但是我们已经把我们 90% 的工作全部都交给这个软体，我们现在只需要做 10% 的工作。今天这个 Apply 软体真的算是蛮厉害，它可以快速让你达到一个完美的状态。但是还有一个小小细节需要注意，就是它会把你所有个人特色的，像是痣啊、胎记啊，全部一次就把它处理掉了。那而且目前是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可能圈选说，说、哦、我要保留这个痣的地方，没有办法办到，所以你还是需要后期人工的去帮你把一个一个全部加回来，你的个人特色把它加回来，不然你就不是你啦。然后我们。今天这个 Apply 软体真的是算是蛮厉害的，它可以快速让你达到一个完美的状态。但是有一个小小细节需要注意，就是它一次让你达到完美的状态。今天这个 Apply 软体真的算是蛮厉害，它可以快速让你达到完美的状态。但是有一个小小细节，你还是需要手动处理的，就是它一次让你达到完美的状态，它一次也把你的痣啊、胎记啊这种个人特色全部都消除掉，而且目前是没有 mask。功能可以帮你圈选说，哦，我这边痣、这边胎记想要保留，没有办法，那一次就全部消掉，所以你还是需要人工去稍微把它加回来啊，让你的个人特色保留，而不会像哦，这是谁？怎么我这些个人特色都消失了？但是今天这个 Apply 软体真的算是蛮厉害，它可以快速让你人达到一个完美的效果。但是有一个小小细节需要注意，就是它可能一次达到完美的效果，它会把你的个人特色，像是胎记啊、一些痣啊，全部都把它消掉了，所以你的个人特色就消失了。你还是需要手动去把它一个一个把它加回来。嗯，但是我们已经把我们90%的工作全部都交给 Apply， 我们只需要做这个10%完稿的动作，还是会让我们摄影师的后期变得更快、更有效率，然后快速交件。客户开心，摄影师开开心心，客户满意，摄影师开心。